强力征求处男处女，死活不拘。嗯，还是活得好了啦。澳洲导演贾斯汀·希斯最近广征处男处女们，来演出他的纪录片《征求处子》。他原本打算在赌城拍摄实境处子竞标，但此举引发法律问题，让他不得不将竞标移至网络空间。一名超爱上克劳范达美的处男表示，他厌倦了苦苦等待真命天女，并希望这次的竞标能让他遇见真爱。一名巴西处女则希望捐出她所赚的钱，改建她居住的村庄，提升生活品质。在她将处女之身卖给最高竞标者前，将会有妇科医生确认她真的是处女。两人都认为竞标比传统破处的方式好多了。我们有提到，为了游走法律边缘，这一切都在网路进行吗？真是太高级了，谁料想得到处子之身竟然如此有价值呢？你愿意拍卖自己的第一次，或是买下别人的处子身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呜呼！来，跟我们一起，赶快到脸书